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，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二日上午破天荒出现在台北街头，为民进党立委候选人站路口拜票，短短15分钟快闪打气，为选战最后冲刺。不过却被网友酸说有请假吗？据报道称，由于牵涉到特勤中心的维安工作考量，因此细节都不愿多透露。不过维安的规格全面升级，特勤单位建议蔡英文、赖清德在拜票的过程中必须全程穿着防弹背心。另外，制高点也会安排维安人员进行管制，并安排狙击手。据报道，蔡英文一早就出现在台北小巨蛋前广场，向民进党台北市立委候选人高嘉瑜、吴怡农等人以及无党籍台北市立委候选人林长佐致意，加油打气。原本计划与立委候选人一起站路口拜票，但考虑维安问题，改成到现场致意打气，也降低对周边用路人及民众的影响。蔡英文破天荒亲自站街头，也引发 PTT 网友讨论，表示领导人不做事了，有没有请假？还是说领导人没什么事可做？这样能讲无心大事吗？呵呵。有请假吗？当领导人真是爽，归西快4年，最后几个月出来做做样子就能爽爽连任。但也有人认为只要别扰民就好了。